我当时去了，那也挺，也要去香港。对吧？嗯，现在东西也是差了呀，不是有难弄啊？可干干，弄不了，我都亏呀。你要我就自个写完我呢。一般看好微信写。等我写。哈哈哈哈哈。本来本来，你看我正在改写那个。哎呀，不会写。嗯，不会写，不会写，可能弄还在。弄啊，你去那边用，用安胖胖胖胖的，哎，这些人给弄了，赶紧弄去。弄啊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你可以做看看精细的，你改弄，精细弄不干。所以细节没挂完了，对。看你呀，你看你们差不多一般。有没有稍微细节啊？细节。那你看到你要多少？好啊，你用毛边的六个呀。你看四分之一哈，八分之一啊，其中多少看八分之一哈？一定刚好我加馒头啦，迄个全麦的啦。不然你永春做八分之一啦。就是跳舞四分之一就对啊啦。跳舞用四分之一嘛。我不是不是，我就断了。就是对跳舞用四分之一，对没错。你遐大张，伊要用手的，当手的对。你那个用馒头，那个控南瓜子，控酸梅花，嘿吼。国际上，你别那查我，去查我。你弄好一个。你怎么抓哈？抓啥的？正如今你的跳舞成一张照，我跳舞拢无恁一条了。啥？我拢无抓嘞。抓嘞，先是抓嘞。你讲。下尾抓一张一张照。我拢无抓来滴。拄我摕嘞。拄我摕。有啦。我摕嘞。嘿。你这个抓来眼亏吼。抓新人去。老板来啥？你这哪款？我嘞，没家这门在家里贴。馒头，我三两斤啊，包子三两斤，这多少多？你买几斤？七八。你好，你讲伊好啊吼，我馒头伊就好啊。馒头。包子咩？我刚才食包子。四分之一的，四分之一的。馒头诶，较紧，迄个是讲，骨质厚，对啊，胖诶就较紧。没有，我没弄。跳舞的四分之一。放了我去看啊，你行啊，什么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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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，要去比那个行先嘛，哈，胖。哎。这边只布。布真好看。嗯。布漂亮。嗯，顶个穿那种馒头嘛，是的。对，我可以啊。可以，你好，你们。对啊。我家己学啊，家己要做较紧。等你做我，真好，真麻烦。这个好吃不？还有做披萨。啊，披萨。披萨都很简单的，哇，做完这一道，很简单。披萨最简单，披萨都是以前的嘛，老简单的啊，以前的老简单，啊，你做啊。